所以 David 刚才听你讲哦，你的那个 Aura Pencil 哦，对你来讲穿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嘛，对不对？其实你之前哦，你 before 穿 Aura Pencil 之前，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然后这个 Aura Pencil 它怎么样帮助到你改善这些问题啊？Hello， 大家好。之前我一直来我的问题就是我有胃酸跟胃痛，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所以我经常饮食会不定，那个时间会就是颠倒啦，日夜颠倒的时间，造成我的胃痛和胃酸问题很严重，然后是痛到可能我需要弯着身子走路，或者是完全不能行动，就是可能我要坐在一边休息，等我的那个胃痛好了一点呢，我才能够走动。然后另外一个问题严重也就是我的便秘的问题，然后我便秘问题严重性可以到一个星期内可能我完全不能上大号，然后如果我要等到我一定要等到我的肚子很痛很痛的时候我才能去上，然后放出来的排泄物是呈现带点黑色性。OK， 所以就是说是我的毒素是非常很强，然后所以我的便秘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久了，然后其实因为可能我也是因为饮食上的关系，加上饮食时间不定，就可以造成我的便秘问题也严重，然后另外我工作也需要经常有排重物啊，然后我走动会比较多，然后我工作的性质是，因为我是在服装店上班，所以我走路的时间是多过我坐着的时间，所以会造成我的脚会特别累，还有就是因为有抬重物，所以我的肩膀还有我的背部也是会很酸很酸痛，就这样。哇 ，OK， 像这个 Aura Pants 帮助你很多哦。哦，这样你刚才所讲的你那些问题哦，其实都已经很久了。哦 ，OK， 这个 Aura Pants 你穿了几久，你才发现到改善了你的这些问题啊？然后你怎么样穿？因为我穿这个 Aura Pants 是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穿，去年十月开始穿，然后我第一次穿上去的时候，会感觉到我的双脚很麻，好像有蚂蚁在爬着我的脚。然后就前两天会很不习惯，因为你就感觉到你的脚好像一直有蚂蚁在跑，密密麻麻那些感觉啦。然后第三天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到我的肚子好像有一些行动了，因为我每次早上我都不能上大了，我会便秘的问题。然后就在第三天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今天好像肠胃有一些蠕动了，有在行动，然后我就去上厕所。OK， 我就想说 ，OK， 可能就想说 ，OK， 可能是因为想说这个裤子，可能我开始说 OK， 已经开始有帮助到我了，所以我就继续每天都在穿。然后果真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一定都会上大号。就解决了。现在每天都上大号了。对，每一天都上大号，我的便秘问题已经解决了。OK。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我的脚会特别累，因为我工作是经常走路，会比较长时间的走路，所以有时候晚上之前我还没穿的时候，就是回到去的时候，我的双脚是特别的累的，就是会有点水肿啊之类。然后现在穿了过后，就是回到家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双脚完全是没有那个压力，就放松很多，因为血液循环变好了。Very good。还有就是腰酸背痛的问题啊，也解决掉了。就是没有那么酸，然后也不会觉得经常会背痛啊之类的。OK。像到最后，还有什么 message 啊，还是有什么东西想要带给大家的？OK， 因为这条裤子其实它帮助了我的健康问题，就是以上我所讲的问题现在都已经全部改善了。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把这个健康，把这个裤子投在自己身上，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健康。然后当然另外我们是要想到我们的家人哦，就是我们身边啊，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如果你是知道他们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然后至今还不能够去解决的，然后我希望就是我要可以把这个裤子那么好的产品，就是Be International 推出的这个那么好的产品，介绍给更多人认识，然后更多人收回，然后解决他们健康的问题哦。是，因为怎么说，就是健康是无价的嘛。嗯。对。用钱是买不回来的。如果是健康出了问题过后就，我们需要去花钱去就更大代价，付出更大，对呀、啊，找回钱之类的。所以就希望我把这个那么好的牌、那么好的裤子、那么好的产品给更多人知道，然后也感谢我的嫂嫂啦，就是我的上线Cherry， 然后Cherry 听到我Cherry啊Cherry， 然后谢谢他推出好这么介绍我这么好的产品啊。然后另外就想说其实最近嗨最近我也发现到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穿个裤子可以减肥哦，可以瘦下来。然后我穿个裤子到现在我已经瘦了大概4公斤，对，4公斤。在进去之前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就是经常穿，就是我发现到胃酸啊，腰酸背痛啊，这些问题解决后，没有去发现到其实这裤子帮助我也瘦了下来。有 bonus 给你哦。啊，对。OK。哇，好，很开心 David 的这个分享了。其实今天最主要用 David 的靠音是因为是因为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裤子其实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健康，因为本身就是受惠者了吧，对不对？好了，所以接下来的话将会有更多见证的话，接下来继续传，将有更多见证的话将再为大家做 live 吧，好不好？然后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讲的？就这样哈。OK 好了，这样我们就谢谢刚刚Cherry 有什么讲。哇，4KG 了，是吗？4KG 了，我他刚才没有跟我讲到。OK， 好了，就我们的 live 就到这边为止。好的，谢谢大家，拜拜。是吗？我忘记讲那个手啊，忘记讲那个手。刚才我讲到啊，错吗？咳嗽啊。收成了收下来。OK， 好啊，没过了 extra bonus， 然后 share。很好，我觉得，我这个没。